大家好，我是钟老师。很多人觉得学中文很难，今天我来告诉大家一些简单的英译词，帮助大家轻松记住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们去一个餐厅吃饭，你一定已经知道了 ，hamburger 是汉堡 ，pizza 是披萨。我今天再教你几个新的 ，vegan 可以说培根 ，cheese 可以说芝士。你可以告诉服务员，我想要一个汉堡和一个培根芝士披萨。吃的点完了，喝点什么呢？你可能已经知道了 ，coffee 是咖啡 ，cola 是可乐。还有人喜欢喝 soda， 我们可以说苏打 ，lemon 是柠檬。你可以说我要一杯柠檬苏打水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大家都记住了吗？你们还知道哪些英译词？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。再见。